来，我们直接各位观众看过来啊，我们直接点下我们的网路看一下到底有出什么东西哈。哎呦，马上看到一台菲斯特霓虹150万后人书写电动车的历史，有没有看到他现在狂出电动车啊？我最近试驾那个特斯拉，哇，开起来，哇，那个加速度说吹就吹，欸，扭力是直接爆发，欸，电动车它没有在跟你说汽油车一定要到达多少的转速才跟你发出那个扭力啊，所以现在电动车真的越来越夯，连 GTA 也跟上时势，好不好？都是电动车，电动车的历史都将从菲斯特霓虹开始说起，哎呦，所以讲的好像这台电动车是最猛最屌的哦，所有其他一切那些对环保箱型车或油电混合车的畸形癖好全都不过只是前戏，菲斯特现在已经露出曼妙的身姿，电动马达有没有？有没有马达？现在都是吃马达啦，没有在用引擎啦，正戏真将能开始，我们选个颜色吧，白色，我的习惯就是他用什么颜色我就用什么颜色，白色订购好，已卖出了。哦，想必就是这台。哎，欸，这台车很眼熟，哎，欸，这台是 Porsche 啊，这台 Porsche 啊 ，Porsche 的新车啊，四门轿跑那一台啊。前面不知道是谁，前面我看一下，前面长得有点不太一样，前面怎么感觉像法哈利啊？来，车头像什么？车头像 GT3 的，这车头不知道像谁，不知道，我是觉得有点像法拉利或 Porsche， 有点不太像，哎，欸。总而言之，这台从屁股看上去好看啊，这台，可是它这样变成屁股有点跟车头有点不合，欸，哎，因为你看它屁股这么饱满，结果引擎盖这边是有点凹下去的，就没有这么饱满。整个侧身这样看起来是不够流线的，就是前面有点零零角角，后面就是比较圆润，应该是这样讲。保时捷也出电动车了是吧？对不对？保时捷的屁股，然后电动车的引擎是怎样？它现在是开始一种大杂烩的概念，它也多仿几台特斯拉的车嘛，对不对？最近蛮喜欢特斯拉的车，像迈拉伦，哦哟，哦，内行的哦，一看就是老江湖哦，专业哦，迈拉伦有一点像哦，护具。100%，刹车，欸，他刹车都不会改变那个卡钳的那个样式齁，刹车，全满赛车级，前保险杆要摔一点，碳纤比赛级定风翼，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比赛级啊？比赛级这个名词是第一次出来吧，对不对？我都有在 follow 他的那个名词啊，比赛级，好，就比赛级，然后屁股，再来是屁股，对不对？后扩散，哎呦，还不能改尾翼哦，这个是后扩散器，看起来没什么差啦，就是黑色、灰色跟白色的感觉嘛，碳纤就比较灰啦。哦，碳纤，心理作用应该是有一种轻量化的感觉吧。引擎给吹落啦，引擎加速度啊，才加这一点点，然后它又不能改涡轮，所以它加速度就只有这样子而已。欸，那这台加速度是很慢很慢，欸，加速度我改不下去啊。还是这台可以改涡轮，涡轮版的电动车应该就太哦，两条线比较好看吧，这个一条线。你看那个 logo 被挡到啦，啊，条线比较帅吧，哦，大灯加减改哈，霓虹灯配置全部，这个是后视镜，是不是原厂的黑色的，哦，然后赛车级变比较小，碳纤的，欸，这也太小了吧，你这个后视镜是要给谁看啊？哦，这是摄影机哦，等一下它里面有荧幕吗？没有啊，你在骗，你没有装荧幕，你装摄影机式的那个后视镜，你在骗鬼哦，喔！你看那个后视镜，你卖盆哦，人家那个特斯拉的那个后视镜中间是17寸大荧幕呢，超小的啊，小儿麻痹后视镜，碳纤的好了，这个碳纤的这個，比较正常啊。车牌，哦，车牌 ，Porsche， 哎，欸，它上面写的 Porsche 是这样。有点像，只要 P 开头的看起来就超像。选颜色咯，老样子，合金给你们看一下哦。好，然后再来是金属，纯金色，
哎呦，土豪金看起来有点秋哦，稍微一点秋秋的感觉有没有？帮会社也看一下，好久没看帮会社哦，超亮的紫色，好，也很久没改金色了，好不好？改下去了啊，金色土豪金色调，这是黑色啊，这个是没人可以跟他抢，这个你要选其他颜色我也不要，这其他颜色不会好看啊，对不对？很丑，对不对？啊，帮会标记。改都改都改，传说中的撤群比赛级撤群哇！他这一次多了比赛级啊，跟这种赛车级没办法比啊。以前我们都改那个赛车级长大的，现在开始改比赛级啦，差在哪里啊？比赛级跟赛车级，我还真的看不出来。哦，比较凸，比较凸吼，稍微比较凸一点啊，色调的也不错啊。刚才有人说尾翼很重要，现在就是在讲这个是不是？尾翼很重要，你要我改下去了啦。好，一号了啊，一号，超难选欸，每次尾翼都好难选哦。这还真的尾翼不好搭。来，我们现在看别的，老刘版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好不好？我们现在换那个悬吊啦，悬吊哦，我们改到最低啊。哎，怎么才到跑车级？我的比赛级悬吊系统呢？至少要赛车级吧？这台没办法改太低，是不是？只到跑车级而已，是不是因为改侧裙的关系啊？侧裙改太低了，它比赛级不给我改啊？好，跑车级就跑车级，没有赛车级，这个该不会又是老样猎豹啊？除了猎豹啊，你们还会什么？啊，速王就速王，OK 啦，OK，好不好？改个。哇，它只能改中间那一个纽扣的颜色而已耶。纽扣要什么颜色？这个金色跟那个我现在烤漆这个贵贵的金色是不一样的啊。帕索无讲啊，不同等级怎么能比，对不对？黑色啦，黑色啦。轮胎，客制化轮胎，强化轮胎，烧胎烟雾，烧胎烟雾买啦，后啊买。哎呦，还可以改什么？车窗，看一下。加黑的感觉，哦，按手手可以偷偷来。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过弯啊。欸，这一台超级不好转弯呐。这一台的转弯怎么那么怪？是 WD 的吼。这一台四轮驱动啊，跟你讲，9×99四轮驱动。看，我们电动车现在都做四轮驱动的嘛，AWD 全时驱动。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加速度哦。我说真的，这台车很难开，爆难开啊！这个加速，刚刚普通呢，稍微普通一下啦，没有很快呢。这个 Porsche 会亮呢，吼。这个质量，这个量一半帅，这台真的很不好操控。我近年来开过，这很难开的车啊，这台很难开。我是不建议买啦，是这么难开。来喽，哦，有人猜到25去呢，26都有，25、26，太扯了啦，有没有这么慢？来哦，专心哦！你们看看这个加速，这加速，哦哟，有够快的！哦，看到我自己都会怕啊。看内装，有没有？超级快啊！跑车界的神呐！22.4这跑车呢？这不是超跑呢？没啦，他哪有超费？没有超费，好不好？超强，好不好？有够强的！我这图像是不是要改在上面啊？不然名次看不到，对不对？2、1。Go！哦，这起步真狂哎！哦，这起步超狂！哦，这起步真的有快。我一开始起步位置也太后面了吧？
我明明就房主不是要在最前面吗？太可恶！我刚才起步太后面了啦。哎、欸，哎、欸，超快哎、欸！那放猪的超快哎、欸。安内，都开放猪的电人。哦，安内啦。完，哎、欸，飞不过去。完，哎、欸，飞不过去。不是，飞不过去、欸。出这台车要干嘛？啊，你看哦，油门踩死的哦，我什么都不要动，来，我稍微调整一下，飞不过去哎，对不对？啊，飞起来，哦，哦吼吼吼吼，哦，完屁呀、啊！那喜欢我这一支影片的话，请在我影片下方帮我按个喜欢，还没去我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的人也去帮我按一下赞，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次见，拜拜。